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nd and Body 频道。在您开始观看今天的视频之前，我们想要向您传达一些重要信息。如果您喜欢我们频道提供的内容，我们衷心希望您能留下您宝贵的意见和想法，与我们分享您的看法。您的反馈对于我们不断提升和改进内容至关重要。 如果您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诚挚的邀请您点击订阅按钮，这样您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视频更新。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有关身心健康、内心平静和个人成长的有益内容。感谢您选择 Mind and Body 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探索、一起成长、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内外平衡生活。祝您观看愉快！ 开悟是不同宗教和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，指的是个体达到了一种超越常人认知的精神境界。以下是开悟的人可能呈现的一些状态：一、内心平静。开悟的人通常能够在外界变化和困扰面前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静。二、无我意识。开悟的人可能体验到一种超越个人自我的状态，意识到自我与宇宙的融合。 三、普遍的爱与同情。开悟的人常常表现出对一切生命的深切关爱和同情，超越个人的局限性。四、洞察力。开悟的人可能拥有更深刻的洞察力，能够透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。五、无欲无求。开悟的人不受欲望和物质追求的束缚，不再追逐虚荣的目标。六、自觉性。开悟的人对自身的思想、情感和行为有更高的自觉性，能够更好的控制和引导他们。 七、超越时间和空间，开悟的人可能体验到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境界，感受到宇宙的无限性。八、与自然的融合，开悟的人可能感受到与自然界的深刻融合，认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。九、对真理的理解，开悟的人可能对生命、宇宙和存在的本质有更深入的理解，超越了表面的知识。 十无条件的喜悦，开悟的人可能常常体验到一种内在的喜悦，不受外界因素影响，持续的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开悟是一个多维的概念，不同文化和传统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描述。上述内容仅为一般性的描述。当一个人达到开悟状态时，他将会体验到一种深刻的内在平静。 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，他都能保持内心的安宁。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感受到情绪，而是他能够以超然的态度来应对情绪的涌动，从而不被情感所左右。开悟的人通常具有无我意识，他们认识到个体自我只是一个短暂的存在，而宇宙中的一切都相互联系，构成了更大的整体。这使他们更容易超越个人欲望，将关注点放在整体的利益上，展现出普遍的爱与同情。 这种状态下，洞察力被提升至一个新的层次。开悟的人能够透过表象看到事物的本质，不受偏见和先入之见的影响。他们具备更高的自觉性，能够意识到自己思想的起源和流动，从而更好地引导内心。在开悟的境界中，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减弱。他们可能体验到当下的真实性，超越了对过去和未来的过度关注。 这使他们更加与自然融合，意识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与万物互相联系。最重要的是，开悟的人拥有一种无条件的喜悦，这并非是对外在事物的依赖，而是一种内在的状态。他们从内心感受到生命的美好，不因外界的变化而动摇。这种喜悦超越了欢乐和痛苦的波动，是一种恒久的存在。 以下是世界上一些被认为达到开悟状态的人的例子：一、释迦牟尼，佛陀，佛教创始人，据说在菩提树下证悟，实现了无上正等正觉；二、耶稣基督，基督教的创始人，被认为是神的儿子，传递出爱与宽恕的信息；三、穆罕默德，伊斯兰教的创始人，在洞穴中获得了关于神意志的启示；四、老子，道教创始人，提出了道的概念，强调自然的平衡和谦逊。 五、5. 阿南达马蒂亚·安纳波纳，佛教修行者被视为印度宗教大师，传授了各种冥想技巧。六、拉宾德拉纳特·塔戈尔，印度文学家和哲学家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，他的作品反映了对自然和生命的深刻洞察。七、圣雄甘地，印度独立运动领袖，以和平抵抗和非暴力哲学闻名，他的生活体现了对真理和自我纯化的追求。 八扎西坚赞仁波切，西藏佛教导师，被认为是达赖喇嘛的前身，传授了大量的佛法教义。九，唐荣格，瑞士心理学家，深刻地探索了个体的心灵深层，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。十，斯瓦米帕拉西提，印度修行者和教师，通过冥想和灵性实践，传递了关于内在平静和自我觉醒的信息。 这些人都在不同的文化和背景下，通过不同的途径，实现了一种超越常人认知的精神境界，被认为达到了开悟的状态。感谢您观看今天的视频，我们希望您通过这个视频收获了一些有益的信息和灵感。如果您对视频内容有任何想法、问题或评论，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。您的反馈是我们不断提升的动力。 如果您觉得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，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订阅我们的 Mind and Body 频道，这样您就能随时获取我们的最新视频内容。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您带来有关身心健康、内在平静和个人成长的有价值信息。在您订阅的同时，别忘了点击喜欢按钮，与我们一起共享这份内心的成长旅程。再次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，期待与您在下一个视频中再次相见。 愿您的生活充满平静与喜悦。